老板之后大家量也是马桶哎、欸。欸，可是怎么没有你啊？之前和我参加工会那些同伴怎么都没有啊？老板会不会是故意的？不会是。你们的计划写得不错啊，谁想的、啊？是我。不错啊，好好保持。那个啊 ，Peter， 我们这边有一个创意总监的缺，你来当一下好不好？老板，这都我做的哎、欸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你以后还要嫁人生小孩，这你做不来啊。哎、欸，那个 Amy 啊，帮我泡一下咖啡好不好？老板，你的咖啡好了，那我放这里哦。咖啡怎么难喝？董事长这边跟你报告一下，就是下礼拜三你跟恒大集团的李董有个合约要签。啊？下礼拜？啊，怎么那么晚讲？你上次不是说前一个礼拜讲就好了？还盯准？喂 ，Anna， 啊，不是说要找好看的吗？不管了，我就是要找好看的，就要滚了。请你用台语介绍你家己。那个，我听不懂台语。那、啊、你听不懂台语，你来这边干嘛？可是不会讲台语就不能应征设计师了吗？不管了，我就是要会讲台语的员工啊！你走吧。巨蟹座，不行。巨蟹座他来讲，王大强 ，O 型，长久 O 型，这个好。老板，这是我的计划书。你写什么烂东西？回去重改。老板，这是我修改过后的计划书。搞什么东西？快回去改。老板，我到底哪里做不好？你跟我说嘛。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因为我就是讨厌 gay。